陆总啊，我一次一次往这跑，不嫌麻烦吧？啊，你客气了。今天你来，我带你到车间好好的看一看，让我们的技术员呢，好好的给你介绍介绍，然后啊，到我们的万和园和红枣博物馆去看一看，让你肯定，不虚此行。那我一定开开眼界。走，走，走。生日快乐！快忙完了吧？我在万豪订了位子，这里的环境可好了，东西也特别好吃。你忙完了就快点过来，我在这儿等你啊。好吧，我马上到。好的，一会儿见。喂，蓝山。我是康大书记啊。你跟陆总谈的怎么样？明儿接着谈。今天晚上我住云岭，怎么样？喝一杯吧。你省了吧，你不跟我哭穷就算不错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再穷，在这方面不会抠门的。哎，那我有电话进来，喝酒的事就算了啊，我挂了。喂，文英。喂，林正，你今天过生日啊，你可早点回来吃饭。啊，我们在家里准备给你做饭呢。不是。是老爷子和康乐乐同学说等你回来吃饭，必须等。那个，我今天可能回去的晚点啊，你们先吃饭吧，别等我啊。晚点就晚点呗，反正他们说你不回来就不开饭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赶紧做饭去了啊。你快点回来啊。我在路上。我在路上。寿星呢？寿星啊，寿星有工作，晚一点回来。那你没问我爸干什么去了呀？我好问他，我敢问他吗？公司完了事，他跟谁说呀？妈，你我怎么了？留烟子了，我把最后菜炒完了，我就洗澡啊。喂，文燕，不，是我，是爸。哦，爸，
是这样，我刚才跟文燕说好了，今天晚上可能得晚点回去。啊，明生，不急啊。明生，爸问你，是不是那个小兰姑娘给你过生日啊？嗯，是这样，她在等我。哦，那你就先陪她去吧，完了再回来。明生，今天给你过生日，咱们自家人吃晚点没事儿，再晚都行，别冷落人家啊！记住了。还是爸爸好。好，我挂了。他说一会儿就回来。这是鲜花，怎么样，漂亮吧？这是我们今天要喝的红酒，这是我们吃饭的环境。这是你的生日蛋糕，怎么样，看起来是不是很美味呢？当然，还有最重要的，就是我喽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先祝你生日快乐，开开心心，身体健康。明生，我想告诉你，这一辈子能够遇见你，是我感到最幸福的事情。我希望能够跟你度过今后的每一分每一秒，陪你度过你的每一个生日。我爱你。可是你怎么还不来啊？你知不知道我快等死你了？现在都几点钟了，你快点来，快点来，快点来，你要是再不来的话，我就把蛋糕一个人全部吃掉。哎，小兰，这样这样，我仔细的考虑了一下，要不今天还是算了吧，晚上回家吧，好吗？别逗了，你是不是已经到门口了？哎，你别闹了，我等了可长时间了，你快点进来。没，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今天的情况不是特殊吗？你看文燕刚回来，就闹得变变扭扭的，大家哈，老人呢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，缓和关系。所以，康明生，你真的假的呀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在这儿等你半天，为你准备了一切，你不能跟我说不来就不来了。刚才爸爸给我打过电话了，都。我真的，我不愿意驳他面子，是吧？咱们俩日子还长着呢，你着什么急嘛？好吗？今天就委屈你了。
久了，爸还没回来，肯定跟小兰阿姨在一起。你再给爸打个电话。我打。康乐，爸爸正在路上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吧？我当然不是一个人，满大街人。报告你的位置，我给你计算。如果你敢晚一分钟回家，你就要接到全家人的惩罚，绝不轻饶。你要干嘛？你要给爸爸上手段啊？心虚了吧，爸？你的生日是我们全家人的，妈特地给你做了一桌子的菜等你呢，你不回家你去哪儿啊？是不是小兰阿姨不放你？我打电话帮你摆平。你这孩子怎么人小鬼大呀？啊，你已经把爸爸摆平了，你这样，你掐时间吧，十分钟之内爸爸准到。十分钟。哎哎，小兰，你到哪儿了？我快到家了。你还是要过文燕给你准备的生日是吗？生日肯定是文燕给准备的，可是家里不止文燕一个人呢，是吧？我是不好意思啊，我恨不得把自己掰成两半。我不想听你解释这些。我告诉你，我马上就要点蜡烛了。小，你怎么也跟个孤魂野鬼似的跑到我这儿来了？
像这种惨状只能发生在盘来山身上，不应该发生在你身上。跟你一块过不成啊？一定是文燕也想跟你过，林小兰也想跟你过。那么你两头都应该去，但是去任何一头，一定会伤害另外一头，对吧？不是，看明生，这事儿不是已经弄清楚了吗？怎么现在又成了一本糊涂账了？啊！不是，我问问你啊，文燕这次回来是为什么？她为什么回来了？她想跟我复婚。那就是说，她被那个美国教授给甩了，然后就想起了你，还是觉得康民生靠谱。就吃后悔药了，对吧？民生，是这样，我认为好马不吃回头草。一个男人可以为女人受苦受累、流血流汗，如果这期间他说半个不字，那都不是带把的。但是有一点是万万不行，那就是给男人戴帽子。行了，你啊，喝完了这杯，赶紧找林小兰去，别在我这个地方瞎耽误功夫。感情的事儿要有这么简单就好了。我面对的如果单单是文燕，那今天在这喝酒都轮不到你。后边不是还有孩子，还有老爷子呢吗？文家对我恩重如山。是，这一点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文革的时候，你爸爸妈被迫害死了，你成了孤儿，是人家文家把你养活大的。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孤儿。文家有文燕一口，就有我一口。老爷子最怕我受委屈，什么好事都紧着我，对我比对待他亲生闺女都好，反倒文燕像是被捡来。是人家供我上了大学，直到参加了工作。那最后，我和文燕也顺理成章的亲上加了亲，不念生养，念安养。人要懂得感恩。我和文家这种关系啊，就算文燕最后跟我离了婚，我也没办法离开那个家。这个我知道，你是把文家当成自己的家了。我是文家的顶梁柱。在老爷子心里啊，
他觉得我和文燕这面镜子，哪怕是碎了一地，也理所当然可以一块块捡起来再站上。小兰和康乐现在人家关系处得挺好，他已经尽力了，人家凭什么呀？就凭他自己那条件，人什么男人找不着？干嘛非得跟我康明生死磕？我连这个如果看不出来，那不是说没良心的问题，我连人都不是。就是这事儿，我肯定会生了的。哎呀，这个跟你说也没用，你不懂我心里边的现在这滋味。我懂，懂啊。懂什么？累，心累。生的难题，那才叫真正的难题。笑什么笑？哎，你说两个女人抢你，你还不知足？就这在我潘来山身上，那根本想都想不到的事儿。多好的一件事，你掉了个脸干什么呀？你谁心里苦啊？知道。哎，哼，你今儿没事？我没事，没人惦记你啊？没有，不许走。但是有一点啊，我要是说胡话的时候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就是胡说八道的日子。嗯，啊，你陪着我，不许走啊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明生，生日快乐！喂，小兰，如果要是平常的日子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今天是康明生生日，他家里有老的有小的，你就不能让他回家来过生日吗？哪天你们不能一起喝酒啊？什么？没回家？他没跟你在一块儿？那他跟谁在一起呢？你是他女朋友，我不问你，我问谁呀？
没跟你在一起啊？他没跟我在一起啊，他不说他回家吗？人呢？我还想问你要人呢，要不然干嘛我刚才那么着急啊？根本就没回来，打了电话说晚点回来，这晚到几点了？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不回来？那你没接着给他打电话啊？你打不通，我能打得通啊？你说这好好的一个生日，这被你一个电话全部都搅黄了。这怎么是我一个电话给搅黄的？这老爷子和孩子等着他回来过生日，又不是我求他回来过生日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这人都不见了，上哪儿找去啊？我哪知道啊？等呗。那么大一个人能出什么事儿啊？这怎么不会出事儿啊？这万一真有点事儿怎么办啊？你别乌鸦嘴好不好？今天他过生日。谁不喝酒？你不喝酒？你看你是借酒消愁，真的。你看你那脸，上学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吗？唱的哪出？别说，别老说上学的时候。你啊？怎么？文艳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小兰。没事儿，我们俩就喝了一口。我人上这儿了，我不上去了。你不上去？没事，他就喝两口。上去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，就喝两口酒。行，我走了。你别再跟我喝了啊！你干嘛去了？你打你电话也不通，让人着急死了。来，把你来呀，喝酒了，来上楼。哎，到家了还跑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打电话给你发脾气。这回来就放心吧，上来坐会儿。慢点。台阶儿。呀，不用，扶着。哎呀，你以为我喝多了呀？台阶儿，走。到家，走的我这脚都疼了。怎么了？啊？我以为地震了呢，啊？没事儿，那个，外面风太大了，吹得我眼睛特别难受。是不是他也让你受委屈了？啊？外边风平浪静，哪来什么沙子呀？啊？怎么回事？别动，别动，别这样，来，告诉我，他怎么欺负你的？我替你去修理他，啊！爸，好了，哎呀，这么大的人了，别哭，啊！我带你出去吃冰淇淋去吧，我想吃蛋糕。蛋糕现在关门了。我想要吃蛋糕。林书记，小兰在家吗？坐下。
林小兰配不上你康大书记，没关系，啊，你早说呀，非要把他熬成现在这个黄脸婆了啊！说扔就扔，说撇就撇，你以为地球都是围着你转呢？老书记，我不是，我不想听你们那些事儿。林小兰现在这样，活该，她咎由自取。我现在只求你一样，啊，你要撇就把它撇个彻底，要扔就扔得远远的，别像现在这样黏黏糊糊、不清不楚，行吗？爸，你先上去吧。听我跟你说，听你说什么？我爸说的没错，是我咎由自取，是我活该。怎么这么大脾气？小兰，你误会我了。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我告诉你，明天我就申请回党校，不会跟你添任何麻烦。你听爸一句话，对民生啊多理解点儿。他在外边心累，回到家里呢又累心。你既然想跟他复婚，就应该多关心他点儿，让他觉得你就是个好妻子。我干嘛让他觉得我就是个好妻子啊？本来我就是个好妻子啊，不是吗？我回来是想跟他好好过日子的，他老拿我当妹妹，我怎么办？要不然您劝劝他，您跟他聊聊。光跟我说，咱排练一下。排练一下。你这是在惩罚我。咱们俩坐哪儿不好，你非得选这么个位置，这不等于把你我放在橱窗里，跟大家展览差不多吗？这是我应该享受的，不行吗？我知道你心里有气儿，不管怎么着吧，我先给你道个歉。合适的机会，我会把话跟他说开的。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吗？什么事？我明白了，一定是你们家老爷子又骂我了。臭美，那就是骂你了。他舍得吗？那到底什么事？哎呀，有话说话，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？我心烦，不行吗？反正我怎么都觉得，肯定和你们家老爷子有关系，对吧？
我爸他让我离你远一点，他几乎都是求我了。他这辈子没求过谁，可是到老了还要求自己的女儿，你说我能不烦吗？ 医生，你过生日的那天，我等了你一个晚上。我理解你，也不怨你，可是咱们俩的事儿是光明正大的，你起码给我一个交代，堂堂正正的，让我在人面前也昂首挺胸的，行吗？哎，你别喝了好吗？啊，你别喝了。 喂，你好。哎，这葡萄不错。老板，你这生意还好吧？哎，您说这多大生意啊，哪能称得上什么老板？我们这些下岗失业的，做点小买卖糊口，好了一天卖个30斤，要是不好啊，一天连一斤都卖不出去，哪能算上什么生意？多少？好了，正好6斤，18块钱。不不不。 十八，来，收您20，来找您。城管来了，哎呦，来给你个糖水块。哎哎哎，来，说句不当话。快，城管来了，快跑！跑跑跑！这路段啊热闹，这下岗的失业的，愿意扎堆在这摆摊儿，这城管也管不过来，只能赶。老实这么赶也不是办法呀。是啊，无业的下岗的。 这些人也得养家糊口吧，没错。这个租金还是要给的啊，只是我希望能把钱降到最低。那就最低价，再打8-5折。这合多少了？5块平方。哎呀，贵了贵了！这对面那个方天大厦我了解了啊，最繁华的路段啊，人家才6块。杜经理。 康书记能在你这儿租铺面，那是给你做大广告了。你再往下降点。康书记想要多少间？哦，现在还说不太清楚，大概20-30间吧。多少？20-30间。对啊，在这儿。你是打算在这儿做生意吗？20-30间。行，为书记办事儿，我再便宜3个点儿。这件事儿啊，要是办成了。 你真的是为政府办了件好事，对，那个康书记，我问问你，你说的这是真的假的？当然真的。20-30间？嗯，老杜，书记在你这儿要租20-30间铺面房，你给个，你来来来，我给你，我再给你把账号算一算。你什么呀？你这是，你不。 烧的那个云彩，红的那个红啊，天佑羊城。